老陈，嗯，怎么发现的？今天早上几个护林员发现这里的土被人家翻过，又发现周围有脚印，就起了疑心。他们找来铁锹把这挖开了，就发现了这具尸骨。小李，立即调集近两年失踪人的档案进行排查，包括周边县城的，根据尸骨的身高年龄做出鉴定，锁定目标，必要的时候做 DNA 的检测。我劝你现在就考虑走还是不走。我已经托人把爸爸送回老家了，因为他腿脚不便，要早做安排。本来我是想把可可一起送走，可是他死活也不愿意，我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能走。要这样走了，我就更说不清楚了。你要不走，就更说不清楚了。原来警方盯着的是肖可言，现在就只会盯着你。我不管你有没有犯罪，你现在到哪去找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谁会相信你？你又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？我不用证明，我知道我是清白的，我知道我是被陷害的，我知道。再说，我还有我妈和我弟弟呢，我走了他们怎么办？好了，你怎么选择随你，但是我的选择已经决定了。对呀，表姨答应你到周末给你做好吃的。表姨，你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你干脆做我妈妈吧。小孩子不许胡说啊。小草啊，你可别吓跑你表姨了，快做功课。这孩子每个星期都要麻烦你，这些不好意思啊。嚯，姐夫你还跟我客气啊。哎，姐夫去帮我包头蒜。哎，好。祝福我们，我俩就要结婚了。行了行了，黛玉，快扶上楼去。他从来不喝酒，今儿怎么搞？好。妈，
放心。刘雪，坐下来陪姐夫喝两杯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刘雪，以后还是我来照顾小草吧。你一个大姑娘的，经常往我这里跑，我担心别人会生你闲话呀。我怕什么呀？人正不怕影子斜，再说了，嘴长人家身上，我能管得了啊？姐夫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好好的善待小草，别委屈了孩子。我和小草还有这样的福气吗？净说丧气话，来喝酒。张队，尸骨的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这个死者居然是我们一直在找的肖可言。什么？肖可言？从尸体的掩埋方式看，几乎可以肯定死者死于非命。我怎么觉着现在全乱了呢？母羊曾经说过，他看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如果说武阳没说谎的话，那么这第三个和武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那又会是谁呢？难道还有第三个和武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武阳肯定是在撒谎。那杀害林志、破坏武阳刹车系统的人又是谁呢？武阳在撒谎的话，那么指认武阳杀害林志的那个护士不会总和也在撒谎吧？老陈啊，嗯，只有把肖可言的死因调查清楚，才能打开这个案子的突破口。刘雪啊，姐夫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姐夫，能不能再给武阳一次机会啊？我要走了，姐夫。你这个样子回去我不放心啊，要不你就留下来。你呢，睡我的房间。我睡沙发。不好，我
我还是回去的好，我回家。你让开，我要回家。看你这个样子，还沉呢。来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哎，我扶你走啊，从这里走。哎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对，来，往里边走。哎，来来。我们找到一副尸骨的遗骸，经过技术鉴定证实，死者就是你的丈夫肖可言。我一直都在找他，没想到怎么会成这个样子。这是几天前我们在城边的山顶树林里发现的，在此之前他的尸骨被别人动过，尸骨的遗骸缺少了头骨，我们怀疑被人拿走了。我们今天找你来是想看看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。我一直以为他跟一个女人跑了，可没想到一定是魏明明这个女人干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肖可言是带着10公斤的海洛因跟着吴明明走的，可是现在肖可言他死了，海洛因又下落不明，魏明明的嫌疑最大。除了魏明明，肖可言在海河市还有什么社会关系吗？肖可言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，他吸毒贩毒，在社会上打打杀杀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他自己曾说，如果有朝一日要是他死了，都不知道是谁干的。那好，现在我们就把肖可言的遗骸和遗物移交给你。小宋啊，你去带他签收吧。在一块儿呢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给我出去！哎，
果肖可言死了的话，那发生的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？警方已经发现了肖可言的尸骨，并且对尸骨已经做了 DNA 的检测。我想警方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。等一等，如果警方问你情况，我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。为什么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女儿可可。如果可可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败类，是一个吸毒贩毒的瘾君子，一个寻花问柳的无耻小人，那将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我不愿意让可可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父亲。可是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。只要你不说，就没有人会知道。吴阳，不要让可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。还有什么用呢？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刘雪，你要怎么样惩罚我都可以，我都是一个情愿接受啊！你原谅我吧，啊！你给我滚开！刘雪，刘雪。什么？肖可言找到了？是肖可言的尸骨，两年前他已经死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DNA 检测证实了这一点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是想让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你确定是一个跟武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伤害了你吗？会不会是其他人呢？我现在对这案子越来越茫然了。你是在怀疑我诬陷武阳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宋兰。在这件事情之前，我根本就不认识武阳。我为什么要指认他？我不指认别人。我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伤害我的人就是他。我真是奇了怪了，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袒护他？其实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个肖可言的存在，这都是他编的谎言骗你的，你居然还上当了。刘雪，刘雪，我真的心里很难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愧疚的心情啊。这事儿不能全怪你，我也有责任。姐夫，这事儿算全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那刘雪，以后 你还会不会去我家？要是小草恶作表一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。你也知道的，小草对你很依恋。
哥，你等一等。哥，你请坐这里。什么事儿？我希望你能见证我一生之中最幸福、最重要的日子。今天我就要向我最爱的女人求婚了。哥，大月现在爱的是我，我希望你们能跟我冰释前嫌。武阳，我赞成。假如你还认我们这些亲人的话，你就给我乖乖的坐在这里。牧童啊，黛玉打扮好了吗？好了，应该出来了吧。你们等着啊，我给你们拿点水果来吃。鱼儿，今天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。你真这么觉得吗？说这些话之前，能不能先让我说两句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我不叫黛玉。我的名字叫张涵，我曾经是一名很优秀的歌手，我的歌唱得很好听，我那副好嗓子可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一直都觉得凭着我的努力和我的天赋，我一定能实现所有的梦想。可是，9月14号那天晚上，我的梦想都破碎了。虎童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晚上，我是在你的工作室里化的妆。你的妆化得很好。那天晚上，我很漂亮吧？你想知道我离开工作室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我被一个歹徒强暴了。那个没有人性的畜生怕我大声喊出来，就用手术刀割开了我的喉咙。你想知道他是谁吗？张涵。你是说凶手我认识？没错，你认识他，他就是你的亲哥哥武阳。撒谎！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哥哥呢？闭嘴！我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！我同你自己看吧，这是我法庭上的证词。
不是误会，是疑罪。疑罪从无，你就是凶手。张翰，终于出手。我跟他说过一万遍，不是我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妥，哥哥问过你，可是你说没有他你会死。这样的谎话欺骗了所有的人。谁能相信呢？你住嘴！你这辈子都洗不掉你的罪恶，就是因为你强暴了我，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我永远都不会饶恕你。妈，好了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你今天有什么心情都要向我反映吗？上次你们来向我打听一个人，我一直放在心里，今天我又看见他了。你能确定你今天看到的人就是那天打电话的人吗？因为那天他在我这里打完电话，我才发现他裤带上别着一部手机，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还开玩笑地问他，你自己有手机干嘛不用自己的手机打？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表情有些慌张，所以我有印象。你那天怎么不跟我反映这情况？本来只有几块钱的电话费，他却给了我50元，还说不用找了，说让我替他保密。行，你今天能向我反映这些情况，说明你还有觉悟，我就不怪你了。一个小时前他从这里经过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，想起你们警方正在找他，我就偷偷地跟着他。你发现什么情况了吗？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发现。后来他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，看四周没有人，就掏出手机，不知给谁拨了一个电话，两人就在电话里聊了起来。你听见他说什么吗？开始声音很小，我听不清。后来，好像是他们吵了起来，那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就大了。我听见好像说什么报酬之类的，他们约好晚上见面谈。时间地点你听见了吗？我知道那里就是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小妹妹，你跟我们一起行动，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麦当劳再去蹦迪，怎么样？
你听清楚了吗？是前面那电线杆底下，绝对不会错的。他们说是九点整见面。什么事儿？快说吧。进来吧，我又不吃了你，你怕啥呢？哎呀，你快进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别脱了，还愣着干嘛？你怎么今天来的这么晚呢？怎么了你？哎，我看今天算了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不让你走，干嘛呀你？好不容易来一趟。周小花，嗯，你不觉得咱们偷偷摸摸的该结束了吗？我不愿意咱俩的关系再继续下去了。可我愿意。以前是我错了，可是咱们不能一错再错，对吗？站住！我知道，现在你老婆死了，你的心也大了，也瞧不上咱了，想换新的了，对不对？站住！拿来。什么？啊，这是你家的钥匙，还给你。还有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钱呀！这些年你在我身上也没闲着，现在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，美的你，拿钱来。
你要多少钱？不多不少，10万。什么？10万？哎呀，快坐下吧。这其实啊，我也不想问你要这钱，我是真的喜欢你这个人。哎，只要你跟我好好的呀，哎呀，别抽了，我肯定不会再问你要钱的，你就乖乖的听我的。哎呀，你就听我的吧。你平常可不是这样。哎呀，快起来，脱了。想要吗？喜欢。为什么想回咱们家？啊，他当然要回咱们家了。就因为你喜欢他，他拒绝了你。这个畜生，根本就不是我们武家的人！你王八蛋！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打我了。放下你那只肮脏的手！一定会替你复仇的。安息吧。请问谁是逼人家属？大夫，大夫，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患者以前就有心血管疾病，高血压，这次啊是脑溢血突发。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了，真没后事。